夜空没有目标，只有数据。在太平洋上空，一串微弱的红点在云层间闪烁，那不是灯光，而是通信脉冲。没有呼叫，没有雷达回波，整片天空都安静的像被消音。人类正进入一个奇怪的时代，战斗机不再只是战斗机，它像神经网络里的节点，在云端接收、判断、分配、再打击。这就是美国空军的 NGAD 次世代制空，一个连名字都像算法指定的计划。有人说它是 F-22 的继承者，也有人说它根本不是飞机，而是体系的入口。它的对手不是空中的另一架战机，而是另一张比它更快的网络。未来的制空权不再属于飞得快的那一方，而属于算得快的那一方。你要理解 NGAD 的，现在回头看一眼整个军工的进化史，从螺旋桨的 P-51 野马到喷气时代的 F-86 佩刀，从多用途的 F-4 鬼怪到冷战标志的 F-15、F-16，再到第五代隐形代表 F-22 与 F-35， 这100年的演进其实是一部工业文明升级史。每一代飞机的背后都代表着一种制造逻辑的更迭。F-15 的时代是钢铁与速度的时代 ，F-22 的时代是隐身与空气动力的时代。到了 F-35， 核心早已不是金属，而是数据，一整套飞行中也能升级的软件体系。在过去，你造一架飞机，现在你得造一个系统。而从平台时代到体系时代的转变，是六代战机诞生的真正逻辑。那为什么非得要第六代？因为威胁的形状已经变了，反隐身技术在悄悄进化，米波雷达、被动定位、 AI 识别系统，过去看不到的目标如今开始被算出来，敌方的远程杀伤链越来越长，导弹的射程比防区还宽，基地也不再安全，任何一条跑道都可能在战斗开始前被反跑道武器炸成棋盘。于是美军开始推行 ACE 敏捷作战部署，意思很简单，把一支空军拆成上百个能飞的小点，让敌人无从下手。这也是分布式部署的起点，但真正推动第六代出现的不是威胁，而是技术。 AI 飞控、分布式通信、自适应引擎、数字孪生，这些本来只是工程试验，如今全部能量产。于是一个问题浮现，当技术已经能做更多，我们还有没有资格停留在第五代？第六代战机的诞生不是为了更炫，而是为了更活。在一个反隐身、反基地、反集中化的战场上，飞机必须会自己思考，会分布作战，会重新定义任务，这就是 NGAD 的起点。有一个共识，当美国空军开始谈 NGAD， 他们其实已经不再造飞机，而是在造一个生态系统。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场制空版的网络革命。 NGAD 不是一台战机，而是一整套系统家族，它的核心是一架有人主机，身边围绕着一群无人僚机，头顶顶着卫星与作战云，而每一个节点都在实时计算，互相呼应。在这个系统里，有人主机是大脑，负责战场理解、目标决策、优先级判断，它不是单纯执行命令，而是做判断，这一秒哪件事最值得一发导弹。而他身边的 CCA 无人僚机就是身体的手脚，有的做制空压制，有的做电子干扰，有的干脆做诱饵、做中继，他们能自己分工，也能临时组成战术小组，指令从主机发出，但行动由算法完成。你可以把这只机群想象成一支空中手术团队，主刀是有人机，助手是无人机，而手术灯就是那张云端作战软件。云端作战软件是 NGAD 的真正灵魂，它不只是战术规划工具，而是一台会实时更新的作战引擎。飞行中即可接收威胁数据、气象变化、目标信息，在数秒内重新计算航线与攻击窗口。它的每一次计算都像在跟未来的战场下棋。分布式传感网络让整个体系获得超视距感官，雷达不再集中在机鼻上，而是分散在每一架僚机、每一颗卫星、每一个节点，每个点的信息都汇入云端，让 NGAD 拥有一个全域视觉。这是一种新的制空方式，你看不到敌人，但系统能告诉你它在哪，甚至它下一秒会出现在哪里。而这背后有三项硬科技在支撑。第一是动力系统， NGAD 使用可变循环发动机，能在高推力与高效率之间切换，简单说，需要速度时它就是喷火野兽，需要续航时它就变成节能模式。热管理也是关键，隐身飞机最大的敌人不是雷达，而是热，如何让发动机散热而不被红外侦测，已经成为一门新的隐身艺术。第二是感知与通信技术， NGAD 采用分布式 AESA 雷达阵列，在不同机体之间形成拼接式雷达图像，同时使用低截获与低概率侦测通信技术，在说话的同时消音，
甚至正在测试光通信与量子加密链，让整张网络在电子战中依然能悄悄地说话。第三是武器系统的再定义， AIM-260 新一代远程空空导弹可以与无人僚机共享制导数据，实现协同引导与多轴攻击，还有定向等武器与高频率微波的实验平台。他们的目标不是击毁敌机，而是先击毁敌人的眼睛。 NGADE 的理念是任务即插件，每个模块都可以插拔组合，今天要制空就接入 AIM-260 套件，明天要压制就换成电子干扰包。逻辑不在硬件而在软件，它不是固定编队而是动态算法，而这一切的基础是 CCA 的定位，可批量、可牺牲、可快速迭代。它的成本不是 F22 的五分之一，而是够用就行。因为在 AI 协同时代，输掉一架无人机不叫损失，叫学习。所以说 NGADE 的核心从来不在隐身，而在协同。它不是靠一架飞机称霸天空，而是靠一群智能节点一起接管天空。你以为第六代的比赛是谁的飞机飞得快？其实不是，真正的比拼是谁能先织完那张看不见的网。现在三张网正在天空之上同时铺开，美系、欧日系、中俄系，三种工业体系，三种哲学，三种生存方式。先看美国，他们最懂一个道理，飞机可以被打掉，系统不能断线。 NGADE 不是一台飞机，而是一整张呼吸中的网络。有人主机是中枢，无人僚机是四肢，卫星与作战云则是它的神经，每一个节点都在思考、感知、交换，形成一套自我学习的作战群体。主机不再只是飞行员的延伸，而是一个决策平台，它能实时判断哪一枚导弹该发，哪一个僚机该牺牲，哪一个目标值得现在动手。而 CCA 那群无人僚机已经不再是被操控的工具，而是协同的智慧，有的做制空压制，有的干扰电磁，有的甚至伪装成主机。他们的阵型不是编队，而是算法，任务到哪儿，网络就编织到哪儿。美国的底层逻辑很直接，制空不是靠速度，是靠数据在空中的流动速度。他们要的不是更快的飞机，而是更快的决策循环。再看欧洲，他们的赌注放在合作两个字上，英国、意大利、日本搞 GCAP， 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推 FCAS， 听起来像联合项目，其实更像一场多国婚姻，每个国家都带着自己的引擎、雷达、资金与骄傲，结果谁都想当主角。 GCAP 的概念是模块化未来，每个国家造一块拼图，最后组装成一架共享主权的飞机，听上去很理想。但问题是，战争不会等你开完会议。 FCAS 讲作战云，讲协同节点，可要让六个工厂同时听一个指令，难度比造飞机还高。他们在意的是规则、标准、数据安全、预算审批，可现实战场只在意一件事，谁能先起飞。欧洲路线有深厚的技术底子，但缺的是那种拍板的速度。而在体系作战的时代，反应慢慢拍就等于落后一代。最后看中俄，两条路节奏完全不同，中国的思路更像是一场静默突进，外界没看到成品，但所有的元素都在集结，超巡航引擎、融合感知、 AI 飞控、数字孪生，一块块往体系上推，不像在造飞机，更像在训练一个生态。他们的策略不是亮牌，而是积算力、堆验证、磨协同，等到那一刻体系会整体上线，而不是单机首飞。俄罗斯走的是另一种极端，米格41也叫 PAKDP， 是他们的老传统，高空、高速、反高超，那是拦截的哲学，用速度弥补体系短板，用极限捍卫空间。他们没有资金搞出庞大云网，但有世界上最倔强的飞行员和一套极端条件下仍能工作的防空系统。这三条路线表面比技术，实则比国家结构。美国赢在生态，多公司并行，多层验证；欧洲赢在底蕴，跨国工业链厚度惊人；中俄赢在意志，能在缺资源的情况下持续迭代。但真正的胜负不在硬件，而在更新速度。谁能三个月升级一次算法，谁就能在战场上多活三分钟。这不是飞机的战争，而是更新日志的战争。谁能快速打补丁，谁就能主导天空。未来的制空权不在蓝天，而在后台服务器。战机编号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武器是那套能不断重写的系统。战场的样子已经悄悄变形，你还在想飞机怎么飞，战场已经在想数据怎么跑。先说作战，以前飞机上天打一场仗回来复盘，现在飞机上天就是一次迭代，上天的每一圈都在把数据带回云端，云端再把新版本丢回机群，
下一次出动系统就不一样了，人机关系也在悄然重写。过去是人给命令，机器执行，现在是人定策略，机器填密度，人管策略边界， AI 管战术密度，人负责尺度与伦理，机器负责重复与速度。人类仍然在环内，但那环比你想象的更紧。 ACE 敏捷作战部署不是口号，而是对基地脆弱性的现实疗法，把飞机折成一堆小点，散布到跑道、机场甚至公路上，让敌人没法一次性关掉你的空军。这要求后勤也要敏捷，弹药、燃油、维护、指挥都要像乐高一样拼起来。不只是飞行员要训练，地勤也要会搬家，可承受损耗也成了新的思路。你要允许网络里某些节点被击毁，因为节点可替换，算法可修补，牺牲一架无人机可能换来体系一次宝贵的学习。这是从保机到保算力的思维转变，保的是决策循环，而不是单机存活率。再说制造，第六代不是只靠工厂把零件拼起来，它要的是数字孪生加敏捷开发链条，在虚拟空间先打通整个飞机的行为，把故障、弹道、热管理都先在数字里跑完，再下线实机测试。这缩短了试错时间，缩短了服役周期，也把成本压力从试错期平滑到持续迭代期。软件优先，模块化升级成了采购的新语言。今天买的是一个机体，明天你换的是一块模块。武器、感知、通信，像手机 APP 那样可以在线升级。这让军品不再是代际更替的一次性项目，而是长期维护的服务契约。但要做到这点，工业基础要能跟上。第一，关键材料要有自主可控能力，隐身材料、超高温合金、红外抑制涂层，任何一个卡点都会成为战略瓶颈。第二，芯片与封装是底层，没有稳定的高可靠性芯片供应，任何聪明的算法都是空喊。第三，产能与战时动员能力，平时你可以慢慢造原型，战时你要瞬间把产线拉满，这需要政策、供应链管理以及备用产能的预案。工业上不再是单厂独大，而是生态圈协同，材料厂、电子厂、软件公司、试验厂、维护网，这些节点必须像军事体系一样有演练、有接口、有故障切换。所以国防工业不再只是制造业，它变成了一个持续交付的平台。这当中风险也变了，过去担心飞机被打，现在更担心更新被卡住。一条供应链被截断，可能让整个体系瘫痪，一段通信被干扰，可能让云端变成盲区。所以抗毁性、可替代性与快速替补成为工业设计的基础需求，而不是附加项。战争的边界正在被机器一点点往外推，问题是人还在环里吗？ AI 决策早就不只是个技术问题，当算法开始学会判断，它也在悄悄替人承担责任。速度越来越快，决策越来越短，人类必须在一秒内确认一个决定，但机器只需要一毫秒。当这差距出现的时候，道德的反应时间也在被压缩。美国空军内部用一句话形容这种状态，从人在回路到人在环内，前者是人操作，后者是人监控，区别在于你还在操纵杆上，还是已经被系统看着操作。问题是一旦机器做出了错误判断，谁来负责？是程序员？是军官？还是整套算法？没有人想在战场上讨论哲学，但 AI 时代的战争，哲学问题已经变成了技术风险。于是出现一个新词，可解释 AI， 意思是每一个决策都能追溯，每一个行动都有日志。战争不再只是打赢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复盘的干净。算法必须透明才能被信任，可透明又意味着可被破解。所以真正的难题不是控制 AI， 而是让它在保密和可控之间找到平衡。未来的作战指令不会再是打或不打，而是交给谁打，交到哪一层打。系统会把目标拆分成微任务，自动匹配最优执行单元。这意味着有时你按下按钮执行的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一架飞机，你的指令被算法重新解释再分发。于是人类成了战场里最后的模糊环节。 AI 的风险不是它会反叛，而是它会照章行事。当判断体系完全正确却道德完全缺席，那就不是战争，而是计算。未来的战场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画面，上千架无人机完美协同，零延迟，无情绪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他们喊停。于是人类又得重新划界，速度重要，但正确更重要。机器可以算赢，但人必须认得输。当更快遇上更对，人类必须保留最后的决策权。这是战争的新底线，也是文明的最后缓冲区。
说到底，第六代不只是飞机的升级，它是一场文明方式的换代。从机械时代到数字时代，从单机优势到体系对抗，从造一架强机到织一张强网。过去我们比的是引擎推力、雷达距离、导弹射程，而现在所有的性能都被卷进了同一个问题：谁的系统能算得更快，更新得更稳。 NGATE 不只是一次技术跨越，它更像是一场工业革命的重启，从供应链到算法生态到指挥逻辑都在重排。你看到的是一架飞机首飞，但背后其实是一整座数字工业体系的上线。这就是第六代战机竞赛的本质，国家数字化能力的正面对撞。谁能整合算力、工业、 AI 与决策，谁就能在天空中抢回未来的定义权。未来的制空权不在飞行高度，而在数据维度。真正的武器不是导弹，不是引擎，而是那条看不见的算法链。下一代空战的王牌不是机型编号，而是你手中那张看不见的网络。那你怎么看？你觉得第六代的胜负手是在引擎、在 AI 算法、在武器系统，还是在工业组织能力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一集我们要聊军工复合体与美国战略霸权。我是 Rain， 我们下期见。